I work hard every motherfucking day, yeah, yeah, yeah. I work hard every day, yeah, yeah, yeah. 中国最高反腐机构今日公告，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顾国明因严重违纪违法，把国家托付管理的金融资源当作交易筹码，已被开除中共党籍及中国公职身份。近期微博消息指出，他已亲口承认潜规则32名女下属。微博消息指出，顾国明潜规则32名女下属是受官方调查的主因。图取自微博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日发布公告称，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工商银行纪检监察组上海市纪委监委消息，经查，顾国明严重违反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组织纪律、生活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决定给予顾国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进一步接受调查。微博消息指出，复旦大学 Amber 同学会理事、农工民主党党员、上海富瑞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施丽琴在微博发的贴文被截图，施在内文中怒斥顾国明潜规则32名女下属，直呼他们未来如何见人，但立即有自称调查组发布的资讯表明，此说法是子虚乌有。微博布洛克 CMB Chain A 对此翻阅中国纪委监察委官网、工商银行官网、人民日报，都未见到有所谓调查组出面辟谣啊，质疑是真相曝光后，有心人士想栽赃调查组。目前中共官方并未说明顾国明违纪的具体事实，但